有本事通通事先讲，相信江江赚大钱，有没有？一三九三五送大家二度背离买点，一四七二一送大家第二次 K 值低档的买点，第三次一四七四七喷射机。第三次的买点完全免费送给全国粉丝。好，今天一五四三七的三次买点，总共加总可以暴赚2908点，全国最强的分析师，没有错哈。好，我今天节目注意听了哈，你相信吗？你相信未来季线、生命线翻阳后会涨60天的威力吗？好，待会节目好好的听解析哦哈。A P P 打造暴赚的股市人生。威盛建达重旗暴赚后，今天重旗又喷涨停，阳明光赚50%了哈，元宇宙的中光电赚了119%，统芯普成创新高，投保今天四档重旗旺九立志光电钢全数涨停，有没有 ？APP 是你未来能够暴赚的全员，注意听了哈，这节目的重心涨完千点还有千点，非常精彩，而且。你只剩下最后一次拉回上车的最后机会，请各位把握喽！喜欢我的影片，觉得我的影片很有深度，而且可以学到很多有用的技术分析，一定要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并且接收全部哦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点股成金的节目。好了，台北股市今天又喷超过百点哈，来到15437了哈，数钱数到手抽筋，有没有？13935、14721、14747喷射机有没有？好，还有各位又跟各位预告说，季线一定会过，然后1555会来，15734会来，今天是不是验证数钱数到手抽筋哈？待会节目注意听了哈，投资朋友。假设你过去都是跟很多散户一样，都仍然活在过去下跌的空头的情绪情怀当中，本波都没有赚到，好，没有关系，为什么？我待会会用我的最强技术跟各位说服你哈。从过去的都擦掉，然后迎接用正能量迎接未来，因为还会爆喷。好，我各位待会跟各位说服大家哈，还会爆喷。而且呢，是未来量放大到4500亿才会有危险。大家注意听了哈，全国只有江江有能力，而且愿意通通事先讲哈。直接来看这个 K 线图，投资者来，这是7月22号，未来可能的行情没有人知道，但是我是江江，我尽全力。把我竭尽所能，把我20年苦练的技术跟各位大胆的预告，好吧？七波上季线，12345678会过季线，来，好不好？从7月22号到今天呢，是不是12345678？好不好？惊为天人啊！我在7月22号画的台北股市未来最可能的走势，七波会过季线，到今天完全印证，完全100%印证。好，来投资朋友，今天季线过了，季线过，但是还没有翻阳，好不好？我跟各位偷偷画一条线哈，好，未来的季线会持续的下滑，然后我换个颜色，好，换个颜色看得比较清楚哈，好，换个蓝色好了。未来季线会持续的下滑，然后终究会走平，然后呢，未来会月季线金叉后，未来会翻阳。投资朋友，你相信吗？你相信这张所学的预告吗？你相信生命线的威力吗？未来季线一旦翻阳助涨后，还会喷60天，也就是说。过去这一段你没有赚到，请大家不要又这个预设立场说涨多了我不敢赚，我就是不敢赚，好不好？不行，你听江江的，过去的你验证后，你现在错过了，错过了不用捶心肝，因为你现在有江江哈，跟各位预告说，未来季线走平翻阳后还会涨60天，我待会会拿我的技术去说服大家哈，请各位一定要把握机会来，好不好？你看哦。好，一段时间过去了，来，好不好？我们的威盛 APP 帮我们选的威盛，好，从起涨到现在已经赚了74%了。好，
APP 帮我们选的建达，从起涨低点到现在 APP 给我们之后，到目前为止赚64%，懂我意思吗？好，这是3504的阳明光 APP 帮我们选出来之后呢，已经赚了50%。来哦，投资你看哦，这是6546的正机。来，投资你看哪一天出现？这你看哦，光上个礼拜二，好，待会给各位看证据，正机出现箭头到今天，10张可以赚8万，20张可以赚16万，懂我意思哈，同胞太轻松了，来哈，上上礼拜五你开通 APP， 这一天上周一拜八号父亲节那一天 ，APP 帮我们选出统芯，这样子到今天创高赚23%，6天赚23%，来，同胞这个是2017的关田钢。全国 APP 用户做见证，今天亮灯涨停。好，这个是旺九亮灯涨停。来，好不好？来看6719的励志，好不好？为什么？凭什么？我上个礼拜四邀请，礼拜我说你可以同步跟全国 APP 用户还有会员同步做把握，因为我礼拜五盘前就讲了。来，好不好？来看证据哈。来，好，好不好？这个是请全国 APP 用户做见证哈。上个礼拜四我说他赚太多了，会员 APP 赚太多，继续霸气赚。我上个礼拜四说，礼拜五就是明天要加码这种一档股票，好，早盘前解盘会通知用户跟会员，然后呢，新会员你可以同步锁定。来，同学他是谁？讯息平台啊，这是 APP 的，来看 APP 哈，来 APP 有一个即时讯息，同学是不是讯息平台？没有错哈，就是这个，上个礼拜五有没有看到？6719励志的长期规划，8月12号8:28:23，有没有？好，来，他们是不是8月12号上周五8:23:23励志的长线规划？他们为什么？然后我上个礼拜刚好去上通告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公司的通告哈，然后是福利社8月12号，有没有直接讲励志？他们当天跌嘞，哎，他们有个人叫江江啊。在跌的时候跟各位讲励志未来会喷出，有没有？这才是真正的实力啊，让全国广大的会员 APP 用户还有粉丝全数都能够同步做把握，同学没有错吧？你看同学来哦，你看这个过去因为扣 3D 喷两倍，扣 3D 喷两倍，扣三高它5个月跌回原点，跌回原点，跌扣三高跌8个月，然后投资人看哦，好 ，K 线在这个地方，你看这个未来，好不好？是不是扣三 D 嘛？是不是扣三 D？ 那扣三 D， 你已经验证过千百次的，扣三 D 是提款机，好不好？多少钱？286啊！上个礼拜五盘前通知会员，通知 APP 用户，给各位长线的规划。上个礼拜五盘中跌，随便买。你可以轻松买，没有人跟你抢，对不对？好，上个礼拜五没有人跟你抢励志，那今天呢涨停了，319 286扣 3D 提款机，今天319，未来呢？未来还是扣 3D 啊，懂意思吗？那这就是你可以一边赚大钱，一边把全国最强的预告技术学起来，学起来自己加以熟练后，你可以分享给亲朋好友，然后呢，帮助更多人之后呢，你还可以传子传孙，是不是功德无量？懂我意思吗？这是我苦练20年之后分享给所有相信江江的好朋友，自己好好把握机会，有没有？上周五盘中跌很好买啊，今天跳空涨停啊，是不是？相信江江的全数都是史上最强小散户，没有错吧？自己好好把握机会，一切的一切都是我们苦练而来的。天下没有永远白吃的午餐，你愿意付出，你愿意练习，愿意这个经过这个训练，好，然后慢慢的学习，然后一路的成长，你未来会跟江老师一样强，好，你放心，我跟你保证，你透过技术班的学习，你会跟我一样强，有没有？简单轻松明确，没有难度，没有难度，直接爆赚，而且投了没有情绪呀，好不好？你知道吗？有太多散户一辈子做股票都很可怜。涨一波后大涨2000点之后，活在涨势拼命追，然后呢拼命追之后，然后就遇到反转，那遇到反转之后全部都赔光后，然后又回来跌势，然后低档都不敢买，是不是？那是个情节，好吧？你说你要改变哦，你要训练。其实这个 APP 啊是你最好的帮手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是机器人，
它是 AI 大智慧机器人，它没有情绪，它强迫你变成没有情绪的赢家。过去的散户都被情绪牵绊，都被情绪绑架了，所以呢，终究永远追高杀低走无路，好不好？所以放下你的多空情节。好，蠢人从今天开始成为 APP 的信徒，哈，自己好好把握机会，哈。目前有八标股九九，然后呢，全部加送一个月，也就是说你越早参加，越早暴赚，越早享受，哈。来，好不好？这是我的 YouTube 解盘，哈，很精彩，对不对？好，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然后。两大粉丝团，请各位扫描 QR Code 做加入哈，来，好不好？注意听了，今天开始我们在 Telegram 会有全新的服务哈，自己拭目以待哈，来，好不好？是不是这样讲，好不好？你来，好不好？大道至简啊，小量赚到大量，不是等大量代表全市场的散户乐观才追，好不好？有没有解释的够清楚了哈？去年十二档赚超过一倍。都是奉行这个小量暴赚到大量的理念，来，好不好？这个是一四几号？七月十一号，在一四三四零量小空空一恨，我看到量小空空一恨，你不能空啊！未来扣三零，你放空，你会越空越恨呐、啊，好不好？是不是？到今天为止又涨一，我预告后又涨一千点了，来，好不好？这是谁？就是一样，七月十三号，一四三二四，好不好？这边扣三 D 赚一倍以上哦，哈，这边扣三 D 一倍以上，好不好？那这边送大家啦，送大家一模一样啊，三个圈圈转折一样啊，前面两个都喷出，后面你为什么不敢相信会喷出呢？是不是？我家老师做解盘解到这种程度嘞，没有收你任何一毛钱，一心一意全力帮助散户成为赢家，好不好？今天大获全胜的，来，好不好？注意看到哈。今天季线果然过了，好不好？那未来呢？重点是未来的，你相信吗？你相信生命线的威力吗？你相信未来助长后会喷三六十天吗？来，好不好？江老师解释给各位听了，来，好不好？你先看这个纳斯达克是不是金叉？有没有拉回过季线后的拉回是为了漂亮的金叉？那一旦金叉完成后，未来就喷出了，说这边喷多少，金叉后就会喷多少，来吧？投这边有没有印证？有没有完全印证哈？来，好不好？来，先看这个纳斯达克哈，来，好，这个是纳斯达克，来，好不好？你自己看，来，好不好？是不是点零零五？来，好不好？是不是？你看哦，这是纳斯达克的 K 线图哈。好，我跟各位做个详细的解析哦，注意听哦哈。来，这里是不是金叉？有没有金叉前喷多少啊？经过二的回撤后。金叉后又喷多少？那是不是一比一？金叉前涨多少？金叉后又至少会涨这个一比一的等距离幅度，来，投保。好，那你纳斯达克你完整验证后，投出来，你看今天台北股市金叉了没？还没金叉呢，有没有？所以月季线会逐步的下滑，但是月线会持续的翻扬助涨，所以它终究势必会金叉。可是金叉的时候，投资朋友，它涨多少必有一二三法则的二回撤，就是说它假设涨到这里，有没有就前波的低点这个压力有没有哈？涨这里之后它会回撤，比如说，投资朋友，重点不在于回撤啊。那现在很多人怕什么？怕回撤，你知道吗？好，投资朋友，各位打条强心针，你不要怕回撤，好，你把眼光放远，拿出这个赚暴利的信心、跟霸气、跟决心来，投资朋友，这边涨多少，金叉后会涨多少？懂意思吗？是不是完整复制纳斯达克的模式？我说过这一段呢，台北股市跌太多了，这个是超跌，所以目前只是把超跌的幅度把它弹回来而已，所以根本还没有涨。为什么季线还没有翻扬啊？好，来啊，另外投资宝来哦，看这个量哦，来，投资宝是不是小量？没有量，你要做多，小量做多到大量，投资宝来哦，假设又被我讲中了哈，好，那未来金叉后回撤后，然后再喷这边，投资朋友来，未来是不是会爆大量？未来就会爆大量啦、啊，是不是？就小量爆到到这个大量，投资真的来到这个位置，它一定会爆大量嘛？有没有？好，爆大量，爆大量，投资朋友，它来到这个水准没有？你要卖哦，投资你要卖哦，懂意思？所以投资朋友，这里是卖点啊，投资朋友，这里是卖点啊。这是卖点哦，好，懂意思来说，你这一段没有赚到，很可惜，对不对？可是不用垂心肝，因为你有江江给你最明确的指引，未来回撤后
会继续喷，会喷翻天塔的，来，投保为什么？跟各位强化哦，来，投保全台湾只有江江有能力，而且愿意跟各位讲，来，投保为什么？为什么相信我的豆爆赚？投保为什么？好，你看哦，你看现在才涨这样而已，对不对？涨了1000多点之后才涨到这个位置，来，投保你看哦，你看这个白色的点，这个点看未来是不是扣战第一？投保你看这个。这个点今天的位置等同于过去的这个位置跟这个位置，好不好？懂意思吗？大家要你看哦。好，你站在这里看未来扣三 D， 站在这里看未来扣三 D， 站在这里看未来扣三 D， 来，你看这左边扣三 D 喷至少60天啊。好，扣三 D， 因为这是月线，至少60天啊，这还不止哈，这个是喷的100天啊，120天了、啊。懂我意思吗？来，对吧？所以这边至少60天，所以懂我意思吗？然后再配合什么？我刚讲的日线还没有爆大量，然后呢，月季线还没有金叉，所以投资朋友还有的喷，还很会喷，还很会喷哈！你自己好好把握机会，重复一次哈，来看我今天的结论，来，对吧？你如果没有经过我说明，我的用心说明，好，事先说明，好，爱心专业的这个分享，对吧？你会不敢相信啊，对不对？果然过季线了，可是重点未来呢？你相信吗？你相信我今天所跟过预告的吗？未来季线走这个月线黄金交叉之后，季线会走平翻阳。一旦季线走平翻阳的威力还会喷60天，好不好？你相信吗？你有逮到一波行情，你有雄心壮志要赚5成、1倍、2倍吗？懂意思哦？够清楚吧？哈，好，自己好好把握机会哈。那你批评，就是说。他会给你正确答案，然后呢，你完全不会受指数影响，因为你心中永远只有建投跟扣三 D， 来，好不好？建达扣三 D， 全国 APP 用户见证赚64%，好，宏达电建投明确赚36%，每一个 APP 用户都是见证的赢家。也说，如果 APP 从来没有出现过建达跟的行为啊，好，江老师苦练20年的技术。如果我再继续跟别人一样欺骗这个社会，欺骗会员，那真的是非常不入流，代表什么？我过去20年的努力等于白费了嘛？同意是吗？所以不能够骗人哈，一定是真的。说 A P P 7月4号真的有出现威盛 ，A P P 真的帮我们选出威盛扣三 D， 然后真的赚74%才能够讲啊。懂我意思吗？所以每一档都请全国 APP 用户做见证来哈。然后投资你看是不是感谢 APP 带给我们幸福的获利？来吧，阳明光，好不好？请问谁看不懂？天底下有哪一个散户说江老师我看不懂，我不会赢，我无法赚钱，好不好？不可能啊，70.2块明确的箭头啊，啊箭头往上啊，是不是70变成104啊？这样赚50%啦，是不是完全没有难度？好不好？来重情。左边没有箭头啊，都没有啊，然后这边才出现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很明确？来，好不好？是不是每个散户都能够获利？为什么？简单、轻松、明确，重期21块钱，这么明确的箭头，今天它又涨停，谢谢全市场的抬轿，21，今天30.45又涨停，赚45%，好不好？请问那这个4×5有没有难度？完全没有难度。每个 APP 散户都能够获利，太开心了！它就是一个很开心、很开心的一个这个成长哈，自己好好把握机会，有没有？你必须赶紧购买的原因，来，对吧？鹏程，好，鹏程177变191，轻松赚10万，来，对吧？这是普程双引擎的箭头，投资吧？请问谁又看不懂了？啊，两个箭头往上的双引擎，那不是两只两个双引擎，两个喷射机要喷吗？有没有35变成41呀？不是，你看，有没有发现有了 APP 之后，你不用追股票嘞，你通通在事前买好，然后等它喷了，这是一个。然后你把生活顾好，你把家工作顾好，你把这身体健康顾好，你把家人照顾好，你看股票来哦，好，这个就很精彩了，来，对吧？这个要特别解震惊，有没有？是机器人完整把记忆，是不是箭头很明确？就是说。箭头出现后，然后你要相信它，好，你要相信它。然后其实你就转过几波之后，你不只会相信它，你会爱上它。来，对吧？126
1266上个礼拜是父亲节，隔一天是8月9号礼拜二。好，父亲节隔天8月9号礼拜126，是不是126？那今天134啦，是不是上个礼拜有没有第一个箭头？是不是这一根一模一样？这根这样子可以轻松这样十张赚八万，二十张赚十六万，每个 APP 用户全部都获利，全部都获利，懂意思吗？哈，因为太明确了，没有难度，开心赚，好不好？好享受，好享受江江带给你的一切。好，之前坚持主升有没有？就是康庄大道，去年中光电赚95%，好，今年呢56%，是不是先这样？来，好不好？扣三 D 提款，好不好？太清楚了。有没有完整可以复制去年了哈？好，去年赚9×5，今年呢56.7，赚到哪里？赚到666.6，还含息4块钱，两个扣三 D 赚119%，好不好？两个扣三 D， 两个扣三 D 提款机可以赚119%。那请问你为什么不把握？为什么不好好的学呢？是不是？好，这是全台湾唯一具有预告能力的超强技术。哦，自己好好把握机会，来，好不好？同心啊，八月八号父亲节，有没有 ？APP 64.9扣三 D， 来，好不好？那请问这个模式是不是跟中光电一模一样？是不是一模一样？所以你看哦，就同样的模型，同样的模式，你就一直重复赚，你就一直重复赚，赚一辈子，好不好？赚一辈子就是 APP 能够带给你的。来，64.9六字头，今天82，来，好不好？今天收哪里？统信好不好？82啦，64.9 APP 给我们今天82块钱了，好不好？请问赚多少？赚15万，�赚30万，赚2×3。上个礼拜一到今天六天赚15万，赚30万，赚2×3。啊，请问你是不是全市场最开心的赢家？没有错吧？哈，全国 APP 用户都是见证者。好，自己好好把握机会哈，来，好不好？这个是什么观点刚新的，来，好不好？是喷的扣三 D 吗 ？APP 可以帮你轻松的复制威盛暴赚7×4的获利模式。威盛当初也是这样来的啊，扣三 D 提款机啊，没有错哈、哦。旺九有没有看到扣三 D 吗？去年扣三 D 喷一倍，那今年又来了，今年一样量的涨停249变26.15，没有错哈、哦，来，好不好？这是九阳来哦。什么时候出现的？来吧，8月12号，8月12号是上个礼拜五哦。哎，上个礼拜五看一下这个，好，46.85。8月12号九阳神功有没有？有了 APP 不用练神功一样很厉害啊，有没有？为什么扣三 D？ 有没有看到？哎，你们投资朋友有没有发现？哎，又是扣三 D， 又是箭头往上啊，又跟中光电一模一样，好不好？你有发现？你就重复的模式，一直重复，一直重复，就这样子而已哈。46.85，上个礼拜我46.8，今天52，好不好？可以接受吗？不用练神功一样赚大钱，超厉害，有没有？上个礼拜我是46.8，那今天是52，有没有？五高站了，紧接五高站了，好，自己好好把握机会哈，来吧，这是连涨哦，我讲过没？8月2号讲的啊。跟威盛飙涨前一模一样啊，13.15，今天又亮灯了，差点亮灯，差一档亮灯，好，口误哈，差一档亮灯，好不好？降14%了，是不是哈？好好的把握机会，好不好？来，最厉害的是谁，好不好？来，凭什么？江老师是全国唯一一位继电子产业记者出身的分析师，来，好不好？凭什么？为什么上个礼拜有励志跌？我在上个礼拜四。好，已经邀请送大家礼拜五会有买点，凭什么？园区的第一手独家产业最强的讯息啊，你懂我意思吗？这是个价值，这是参加我们团队的价值，别人没有的啊。因为江江之前的训练的关系，我们人脉的关系，我们有办法给你全市场最棒的产业讯息，然后技术面的解析，来，好不好？上个礼拜立志收290，今天涨停了，说是不是？你今天不用买，你今天不用追啊。你不用等涨停才发讯息啊、发假讯息请别人追啊，请客户追啊，不行啊哈，来，好不好？你看哦，上个礼拜12月12号8:28是盘前 APP 解盘就说明了679励志的长线规划，有没有？好，福利社也跟各位做解析，免费分享给各位，让各位见证什么时候真正的专业，有没有？好，286扣三 D 提款机，好不好？ Buy and hold。
buy and hold 今天喷涨停了，是不是赢在起跑点？会员都每个人有买的，通通都比那个大拇指按赞了，真的赞啊，非常赞啊，懂意思哦？自己好好把握机会哈、哦，史上最强 APP 赚翻天，没有错哈、哦。你他负责给你标股，你就负责轻松开心的爆赚，就这样子而已哈、哦。然后顺便呢哈、哦，学习哦哈、哦，有十堂课程，扣3D 预告技术。扣3D 提款机一定要学，你此生必学，因为没有了，全台湾只有我们有哈，超强的预告技术，好好把握机会。你看到 APP 有打造包装的股市人生，威盛、建达、重企、阳明光等等，统芯、普成等等啊，元宇宙的光芒万丈，中光电有没有赚119%了？两个扣3D 赚 1.19 倍，未来会越来有机会变成两倍哦，你拭目以待哈。重旗、旺久、励志、冠廷钢今天全数涨停，有没有？毫无悬念啊！好，全国最棒的赢家哈！好，跟各位讲过了，有没有？九月会更强，早就跟各位讲说九月会更强，我都拿证据说服大家，有没有？阳明光等等，统芯、普成等等啊，元宇宙的光芒万丈，中光电有没有赚119%了？两个扣3D 赚 1.19 倍，未来会越来有机会变成两倍哦，你拭目以待哈。重旗、旺久、励志、冠廷钢今天全数涨停，有没有？毫无悬念啊！好，全国最棒的赢家哈！好，跟各位讲过了，有没有？九月会更强，早就跟各位讲说九月会更强，我都拿证据说服大家，有没有？上周还说本周有叠升电子股会大反扑啊，今天是不是大反扑？没错哈，今天还跟各位讲哈，应该是本周的下半周冲很凶之后。极短线有点稍微过热后，喜欢我的影片，觉得我的影片很有深度，而且可以学到很多有用的技术分析，一定要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并且接收全部哦。摩尔证券投顾0800668085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